过来，宝宝讲健康，我今天就管教诶。我刚好喊你替我订恁公寓酒店的豪华客房。你安排之前学订一间两房间，要制作一个真大的 surprise。毕竟咱即卖有共同的目标，就是袂用诶，我赵尚真正是一个亚军。做第五第三，就要把赵尚好形势秘密爆出来。你即卖是安怎？趁住一只花蝴蝶共款，伫外口做交际花，四个红烧，你搞点去？还是因为你欠怕？等你足久诶！小姐，这一定的物件要送到位。四天雪那是张家良，到底什么关系？保证替你把这个健康的小胖子生下来。这是天佑的骨髓捐赠建档的捐髓卡。较早拢会固定去关怀，讲伊都是为着我较放心。既然天佑去登记，就代表讲哦，有天佑 DNA 样本啊。那呢？咱就会当找老先生来做 DNA 鉴定啊。你也知影，我不爱外人啊，叫爸爸。无，等我对织田集团提着我想要的意思后，我再考虑看嘛，是毋是要对你走？那是电脑。嗯，本来怕死，为了冲李佑起，在张家寮这里逃到又回高兰路。刘克群跟我天爹较有关系。这感觉是天气。我要去相亲喽！这也太完美了吧！喜欢就冲一个啊！绝望超励志！啊！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是你把我的快报也看成肉对？长俊这个人交友有点复杂，就不要随便选边站。我才没有嘞！我才没有！没有哎，你们好。助教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，是很喜欢你。身高体重有没有车有没有房？我回来了哦！现在立刻马上去换衣服喽！没有想到你的马竟然这么重，那你为什么要坐推车啊？你离那个叫 Canon 的越远越好。常浩杰，哦，原来是爱情把我叫醒。Surprise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